今日之点同大家一起支持苦苦坚持经已没意思的公民党和他的主席梁家杰。选举就说有放风造势，但估不到好大机会接党都搞放风造势这一招啊。嗱，一起嚟重温梁家杰嘅放风造势金句啊！排名按时间先后做次序下，若冇人接手，就要送公民党最后一程；若短期内冇突破性进展，下次开会或将直接启动解散程序。试过转型但唔成功，万物有时情况系咁就系咁。句句都唔止暗示公民党好大机会会接党啊，而系直头同大家讲遗言咁。而去到日前咧，梁家杰直头话本年度会员大会已经定咗喺12月17日举行噶啦，话若果最新一届嘅执委会啊未能组成啊，现届嘅执委会会喺年度大会后变成临时执委会，并且啊宣布已决清盘啊。将公民党有限公司清盘，并委任清盘人接管已停运的业务。接党清盘好可能令梁家杰锡到喊，但小编觉得冇人了他先至是最锡爆。他在主席家书度邀请党员对公民党的前途发表意见，最终得两个人复他 ，so sad。不过其实梁家杰锡得好双重标准咯。自己跳船不接手，又想自己党友去接手，乜有咁嘅道理嘅咩？老老实实啊，喺爱国者治港嘅原则下，公民党真系可以合乎标准咩？而人才两缺嘅情况下，佢哋嘅前路系如何？仲要问咩？摆明过唔到圣诞嘅几率系99.99% 啦。所以梁家杰自己都跳船啊，仲有人敢接手呢一个坏咗嘅党咩？中意我哋影片嘅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支持同订阅 HKG 报频道，揿埋呢个小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一条新片啊！